南韩偶像团体 BTS 终于在三月初回到首尔开唱，财神体育馆满场15000名观众举起手灯打拍子。新冠疫情爆发后，南韩规模最大的实体演唱会，由于防疫限制，观众只能以鼓掌、挥舞手灯代替尖叫声。尽管如此，演唱会气氛依旧热烈。드디어마침내우리가주경기장에서다시만났습니다텅빈객석앞에카메라만놔두고이렇게촬영을했었는데지금은이제아미분들이이제지금이렇게여기계시니까너무감동이고아너무설레네요BTS 首演唱会和去年11月洛杉矶场一样，透过结合特殊技术的大型 LED 荧幕，增加演唱会的沉浸体验。碍于防疫守则，观众无法站起来欢呼，还有工作人员不时举牌提醒歌迷鼓掌就好。这次演唱会形式有别于以往，10号和13号的演出同时开放线上直播，12号的演唱会则是在全球电影院售票播出，让海外粉丝同步欣赏。人在南韩的本地粉丝当然不能放弃见到偶像本人的机会，带着自制海报来见欧巴一面。저희오랫동안기다려온만큼방역수칙잘지켜서콘서트진행했으면좋겠고다음에다들행복했으면좋겠습니다방탄사랑해요다리는사실되게멀어요멀지만제가그냥같은공간에있는것만으로도행복하기때문에왔고요新冠疫情改变了南韩演艺经纪公司营运模式，过往靠着举办本地演唱会或是到海外巡演捞钱，在南韩举办实体活动的这两年，大型经纪公司为了生存纷纷将演唱会转移到线上举办。然而依照现在趋势，实体加线上已经变成必备选项。 Red Velvet 은다음달19일과 20일서울잠실에서공연하는데마지막공연은전세계팬들을위해실시간중계됩니다위너역시이틀공연중하루는온라인으로함께진행합니다从经纪公司的角度来看，满足海外粉丝想看偶像表演，同时还能强化全球粉丝的忠诚度，一点都不吃亏。모든나라를갈수있는건아니거든요시장상황을봐야되니까남미아시아쪽에있는팬들같은경우온라인공연을통해서같이모여보는게그나마효과적인대안이되지않겠어요演唱会转移到线上，初期当然需要投入资金建立设备，但未来可回收的效益无穷。举例来说 ，BTS 在2020年举办的线上演唱会，吸引75万名以上观众，替经纪公司赚了超过220亿韩元。BLACKPINK 去年2月线上开唱，创下118亿韩元的销售额。코로나19가종식되고대면공연이완전히살아난다해도온라인콘서트는계속이어질전망입니다事实上，韩流并没有因为疫情停下脚步。现在被称为第四代 K-pop 的偶像组合，出道开始就瞄准世界舞台。지난해데뷔2년만에미국내앨범판매량5위를기록하며세계팬을사로잡은그룹투모로우바이투게더이른바4세대아이돌이세계음악시장을빠르게장악하고있습니다第四代 K-pop 偶像只要发布 MV， 在 YouTube 拥有上亿点阅率是家常便饭。美国《富比士》杂志评论，这些新人偶像团体将 K-pop 带入最棒的一年。가요계관계자는4세대그룹은애초멤버를구성할때부터북미나유럽진출을노린다고밝혔습니다또데뷔직후해외투어에나서거나음원발매도해외시간에맞추는등해외차트를먼저공략하고있다고전했습니다第四代韩流偶像透过 YouTube 和社群媒体和全球粉丝互动零时差，经纪公司与全球唱片公司联手，扩大韩流市场的影响力。在 BTS 之后，谁会是下一个叱咤全球的团体呢？ TVBS 新闻综合报道。